老公，你搁哪儿呢？你咋不来机场接我呢？人家都去韩国三个月了，你都不想人家呀？啊，你来了，搁哪儿呢，老公？什么来了？我看着你，你是我儿子，滚一边去！什么来了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老公哈，就是你现在要站在我跟前吧，你都不一定能认出我来。因为啥呢哈，我这三个月吧在韩国让韩国人给我整的，哎妈，老漂漂了，从37一下干到15、16、17。哎，就刚才哈，就过安检的时候说啥没让我过，我当时差点没跟他急眼。后来吧，人家说你这照片上这不是你奶吗？啊，不是，哎妈，我跟你说哈，就是现在谁都看不出来，我现在冷不丁一照镜子吧，妈也给我吓一跳，真的太漂亮。老公，现在你看着我哈，你肯定嫌我分儿吧的，你信不？什么玩意儿不信呐？哎妈，你咋还不信呢？你不信我找个人给你问问，真腻你这人。哎，老公，对面过来个男人。我问一下，你看他能不能看出我37啊？你听着啊、哎！干啥？你看我多大？瘆人不？给我吓得，我以为你要抢我这半拉西瓜呢！你，你看我今年多大？看了能咋的？看一下我多大嘛？看也白看，我有媳妇儿。哎妈，我也不嫁给你，看我眼能怎么的呢？是不能咋的，看完你是不能咋的，看完以后我媳妇给我咋的，你知道啊？哎妈，大哥，原来你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啊。哥，就看我一眼了啦。你说啥？本身天吧就挺起痱子，你这一摸起鸡皮。鸡皮疙瘩了，这都看一眼，你能让我走不？嗯呐，哥，你看我多大？看哪呀？年龄？看哪呀？往哪看呢？多大？你也就是。18、19岁啊！哎呀妈，老公，老公，你给谁的老公？你有病吧你、啊？哎呀妈，老公，哎，你刚才听见没？他说我就18点。啊啊！还不信呢？什么玩意儿？那人说话就彪呼的。那我这回给你找个老实的，怎么这样呢？哎，老公啊，那人我瞅着胖乎，长敦实的，肯定说话能靠谱。等我过去问他一下哈。眼镜哥哥，你看我多大？也就50、60岁吧，是吧？说话太不负责呀！你直接把我说没了得了呗。50岁。我跟你说，你这眼神我跟你逮前治了。还是50、60岁。你把眼镜摘，你好好估估，你看我多大？你走近点，你估估，你看我多大？60来岁。谁呀、啊？
五六十岁。别瞎说，一哪哪瞎点评。我说你的，我说你的。年轻人说话注意，别老上手，啥关系看不出来吗？这么有夫妻相，你看不出来？对不起哈，我现在小年轻人可狠了，哎，专门挑着老的顶，我告诉你。你想干啥？你别老这样，我害怕。有啥可怕？你想干啥？不是我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你想干啥？你说吧。不是我，就是我俩就探讨一下美容的问题。我这还没等问你就来了。那你看我今年多大呀？你也就是十八九岁啊，孩子。哎妈，老公，天哪，他也是我十八九岁。哎妈，这大姨眼神太好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今年37了，你猜错了，大姨。你给我叫啥？大姨。你37，我36，你比我大一岁。你36啊？哎呀妈，你长得太不靠谱了。原先特别靠谱，后来我们家老梁挣完钱以后就没数过。我说你自己做两套衣服，他不仅就做一套，就全带扣片的，就喜欢这中式的。就给我投资上韩国整了，整完以后吧，也像十八九岁，像你小姑娘似的。但俩月以后吧，就坏了。怎么的了？原先没整之前吧，就胃下垂，现在整完，哎呀，哪都垂了。垂的太厉害了，那怎么着？你说我以后变成那样，那你还能喜欢我吗？你肯定就不要我了呀！你可……哎妈，不对，老公啊，不对，这人说话太不靠谱了，他肯定是对我羡慕嫉妒恨，肯定是觉得我太飘飘了，哼！哎呀，我必须找个人。我必须找个人问明白的，老公，你再等我一会儿，你等着啊。这边有个老头，死的昏的，我问问他。你等着，别着急啊。过来了啊。地瓜了，烤地瓜了，烤又大红薯地瓜了。你看我多大？买地瓜呀？买啥地瓜呀？我是说呀，你看看我多大啊？爱吃火大的。这老爷啥破耳朵呀？你说呀？你说谁破耳朵呢？我这你咋听着了呢？时好时坏。妈，还讲究啊？一个卖地瓜有老头，有啥可讲究的？对不起啊，大爷啊，就是吧，就是我就想问问您，你看看我今年多大？看你年龄有多大？嗯，这孩子不好看呐、不是不好看年龄啊，我看年龄看不出来。除非看吃相能看出这人有多大。看吃相你就能看出我多大啊？啊，看吃相。哎呦我的妈，我上哪儿整吃的去？地瓜了，烤地瓜了。大爷，你来个长地瓜呀。大爷啊，多少钱一斤呢？我这还不论斤，
练啥呀？练课。我的妈！练课呀！练歌。啥课呀？这你啊？多少钱一个呀？50一个。你抢啊！不买走了。哎呀，大爷！我买俩。俩一百。买俩。只要你看出来呀，多少钱都中啊。我要看吃相，我就知道你多大呀。俩都。大爷。俩都吃。大爷。嗯。看我看我干。你呀。嗯。你也。37吧。哎呀妈，你怎么这么神呢？你咋知道呢？神吗？嗯，父神。怎么呢？你一进屋吵着把火说自个37，我聋，你还聋吗？